时间在走，世界在变，我们对出行便利的渴求却一直没变。如今用 Apple Pay 刷北京一卡通更加迅速便捷，但不正确的使用姿势会影响通行效率。那么正确的使用姿势是 Apple Pay 刷一卡通时，将 iPhone 顶部靠近闸机读卡区，无需掉卡等其他操作，不影响游戏、视频、新闻等其他 App 使用，即刷即行。手机一卡通，叮一声就通行。通过 Apple Pay 刷北京一卡通乘坐公交，将 iPhone 顶部靠近公交 POS 机读卡区即可。上车刷卡时 ，POS 机界面显示金额0.00，嘟声后表示上车刷卡成功。下车刷卡时 ，POS 机界面显示相应扣费金额，同样出现嘟声，表示下车扣费成功。畅行北京，就用 Apple Pay 刷北京一卡通。